经典的教育，不可思议啊！年轻人要发大心，要行菩萨道，要把如来的沉船接受过来，这个一生有意义，有价值啊！你到世间来干什么？为了继承释迦牟尼佛大法的。那成就自己，利益众生。啊，真正发这种大心，认真努力去做，佛菩萨保佑你。我们看不见佛菩萨，佛菩萨看见我们。啊，你发这个大心呢，就放光啊，佛就见到了。这个光跟佛光相同，啊，光波频率相同，所以佛立刻就感应到，佛就会加持你，佛也会折磨你。佛为什么要折磨你？锻炼你呀。不锻炼，你怎么会成就啊？啊，什么样的境界你都会遇到。啊，遇到怎么办？不动心就通过了。顺境、善缘、不生贪念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一切法是虚幻的。啊，逆境恶缘。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啊，来考验你，看你还没有没有怨恨，啊，心里还有没有难过，啊，必须在境界里，地狱如如不动，天堂如如不动，没有贪念，地狱没有怨恨，心平气和，这就通过了。啊，时时刻刻考验你啊，分分秒秒的考验你啊，你才能成就啊。经不起考验的都被淘汰掉了。啊，淘汰掉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不能有丝毫傲慢习气，有丝毫傲慢习气都是障碍。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每一天早晨起来，面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就是在境界里头把贪嗔痴慢疑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没有贪心，没有嗔恚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傲慢。这叫真修行啊。啊，读经打坐是修定。啊，到一定的程度了，这些东西有没有没关系，有还是天天做。天天做为什么？不是为自己，是做样子给别人看。啊，身心言教啊，啊，要做好样子给人看的，威仪有则。啊，把整个佛法了，就在生活当中做出来，行住坐卧，释迦牟尼佛最好的榜样。
啊，见到任何人满面笑容，真诚、恭敬、谦虚，啊，诚实，要做出来呀、啊，要养成习惯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万物，啊，对树木花草。啊，真诚、恭敬、谦虚，啊，把慈悲心显露出来，对山河大地，这叫真因修行。啊，能够对山河大地、对树木花草，何况对人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真干出来，啊，老实是根本，不老实的人、聪明的人很难成就。为什么他不听话？老实就听话。听话的人就有成就，就会真干。遇到佛法，这一生当中真正能成就，属于这样的人。那不是这样人，没关系，来生后世再来。我们这一生学乖了，这六个字学到了，要知道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没学到，要学到不就早走了吗？怎么会还有今天呢？没学到，六个字没学到啊。这六个字学到了，这一生就成就了，这一生还不能学到了，来生后世慢慢来啊，总有一天呢，你学到了，学到了就叫根熟众生，啊，佛来帮助你，你根熟了，你决定成就，啊，条件就六个字，这六个字是秘诀，这六个字是宝啊，真正发心，这一生要成就，那就是善，就是张家大师早年教我的。只要发这个心，你的一生呢，佛菩萨照顾你，我没有要求他，他自动照顾，自然照顾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的本分，这是他的事业，是他最主要的事业。帮助别人成就，帮助别人度化众生，让如来之法世世代代永续传下去，一切诸佛如来第一个事业，哪里要人求的？你求，你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他帮不上忙；你具备这个条件，不需要求。
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是鼓励我，啊，是为我安心的。一个人，尤其一个年轻人，心不安呐，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啊，烦恼、忧虑、恐惧，啊，烦躁。都在我们面前呢，多么可怕了！啊，谁靠得住啊？啊，谁能帮助我？这个社会，人与人现在只有利害关系，道义。没有了，啊，真正明白的人，有一个人很可靠，阿弥陀佛，你靠定他，准没错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每一天生活都是他安排。啊，那我们呢，应该随缘，在随缘里头学不变。啊，用什么不变？就用一句弥陀名号不变。我就抱住这一个名号，我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。什么时候都可以去，佛来了我就跟你去。啊，你没有来，我听话。我这一天要做一个净宗学生的好榜样，做给大家看。啊，这个心愿念念不忘啊！一切法无生，明白了。无论是善缘、恶缘、顺境、逆境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只依靠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一直到圆满成佛，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个速度很快。贤首过世还原观上，四德真简单呐、啊，一点都不麻烦的、啊，比三归五戒还简单。啊，它非常重要，是大德根本的大德。啊，第一条，随缘妙用。啊，我们每天从早起来到晚上睡觉，随缘的，欢喜啊！啊，善缘恶缘都欢喜。为什么成就我？提升我？帮助我消业障？帮助我成长？妙用就在这个妙字，
妙是什么呢？放下了，不执着了，心上没有就妙啊，随缘，心上没有缘，这叫妙。心上有了缘，着相不妙了啊，念念绝对没有为自己想，都是为别人想。啊，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这是总目标。如何达到这个目标？那就要晓得众生苦从哪里来的。苦从迷而不觉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是啊，觉而不迷。翻过来，觉而不迷，他就乐了。那么佛用什么方法帮助大家？教学啊。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七土有佛了，号阿弥陀，经现在说法，妙就妙在这里，经现在说法了。说法不一定要用口啊，做出来也是说法了，身心言教啊，身口意三业教化啊，心里的念念不忘，教化众生，身表演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有一些有缘人一看他就觉悟了，他就明白了。有一些人一听他明白了。佛就用这两种方法啊，身，你看他一生的早一天的生活，那就是身心啊。你看有疑惑有不明了，你问他给你解答，言教啊，落实在身心研究，把人都教好了。